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墨菲定律》，每天学点心理学。作者夏林、由志远跟您一同分享。寻找心理共鸣，快速拉近双方关系。瑞士心理学家卡尔·莱格曾说过：“事物本身如何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何看待他们。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。” 学会换位思考，才能达成彼此尊重和体谅，才能有更多宽容。这样说话做事，才能让人感觉舒服、愉悦，并直指人心。受环境或者教育程度不同影响，每个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是不同的。人们很难真正的理解他人的感受，但至少可以做到一颗宽容的心去了解和关心他人。 做事之前呢，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一番，做到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多去理解他人的行为，将心比心，自然就更容易受欢迎，也更容易成就大事。记得以前在公共场合到处贴着“禁止吸烟，违者罚款”、“禁止踩踏草坪，违者罚款”等类似的标语，然而现在却依然屡禁不止，毫无收敛。 后来，根据心理学研究，人们设计“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，请不要吸烟”“小草正在生长，请不要打扰”等柔和、让人易接受的标语。这就是用了换位思考的心理策略。为了别人，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；但为了自己，每个人都愿意试试看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妨也试试这种方法。 当一个人屡劝不听，或者一件事屡禁不止的时候，不妨告诉他，某件事儿是为了你自己的权益着想。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，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，迅速消除矛盾和对抗情绪。冬天，大家在食堂吃饭，临窗的食客纷纷打开了窗户，但是排队打饭的人们却打起了寒战。 双方怒目而视，谁都不肯让步。这时候呢，食堂的主管站出来劝道：“虽然吃饭时热一点，但如果打开窗户，冷风热气一起灌到肚子里，肠胃会不舒服。再者，刚刚出完汗，被冷风一吹，很容易感冒的。大家都把窗户关上吧。”在这种为了自己好的劝导之下，大家纷纷关上了窗子，矛盾也很快消弭于无形。 汽车大王福特曾说过：“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，那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，了解别人的态度和观点。这样不仅有利于彼此的沟通和理解，还可以更清楚了解对方的思维轨迹，从而有的放矢，击中要害。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矛盾和冲突，这时候换一种角度，换一种思维，也许。” 就会使误会与摩擦在转瞬间消融。当然，不仅仅是让自己站在他人的角度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同样可以让对方站在我们的角度，设身处地的想一番。当你们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，或者观点认识无法统一时，不妨用平和的态度问问对方：“如果您是我，您会怎么做呢？” 一个创意广告进行了多次修改，仍然无法让客户满意。策划人带着疑问访问了客户：“如果您是策划人，觉得怎样才能让广告更令人满意呢？”客户果然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想法。策划人根据他的想法另外做了一个方案，然后让他人判断哪个效果会更好一些。结果，所有专业的广告人都认为策划的创意好。 但所有的非专业人士都认为客户提出的方案更好。广告就是给大众看的，最终这一次的创意得到圆满解决。这个策划人还懂得了，广告不仅要用专业眼光来看，而且要更注重大众感受。不久就因为其广告创意贴近大众心理，而在广告界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可见，换位思考。 不仅仅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，更能够开启成功之门。因为了解更多人的思考方式，才能有的放矢；了解更多想法，才能得到更多认同的处事方式，自然会得到更多尊重，从而更加成功。最后，我们再来说说寻找心理共鸣的心理应用。第一个，当沟通无效的时候，不妨问对方。 假如您站在我的位置，您会怎样处理呢？第二个，当两个人对一件事儿有不同的见解和做法时，不妨从对方的角度和利益出发说服他，这样要比直接说出自己的要求更容易被人接受。感谢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。